Seeking a connection with others is a sign of weakness. It's running away. The strongest animals don't form groups. 可是我觉得，因为他是一个青少年，他是青少年，对，所以他现在在用他自己的想法来得出这个结论。To fit into a group, are pathetic. There's no beauty in living like that. I want to be strong on my own, without a group. If there were only someone who would understand that to adult me. PS5 没有所谓的画质。PS5 的画质一直都是最高。现在的恐怖游戏 都已经改成用手机了，这手机哪有这么亮啊？ But wasn't I just... 然后是第一人称视角。我有东西想给你看，你可以来别墅一趟吗？ Oh yeah, Maya told me to come here. 看他妈别墅真烂，怎么有点像泰国的鬼片？对呀，哦，是椅子。那其实门还自己关起来。什么 ？No hope， 没有希望。什么 CT？ 对。Welcome the City of Hope， 希望之城。可是，沉默之丘的那个不在这里。别墅 villa。This model. Is it this building？ 谁在那边画画？科坦市综合开发计划。科坦是英国近边塞。自古以来相当繁荣，是历经悠久的历史悠久的城市。近二十岁的世代年轻人口流失，本计划透过中国大型投资啊，废了，希望科坦市再度繁荣之大规模城市复苏计划。日本企业在2018年放弃了开发建案，长久以来在室内造成了问题。我们利用了这些气质的大楼，大幅减低开发经费，并打造出魅力城镇的愿景。Wow, so this place didn't always suck. 所以他们是 dreamed of this， 是本来找了中国建商，然后后来烂尾楼，然后现在要找日本人来接手。开发这计划受挫。由于新冠疫情，哇，这么接地气，社会不安使得国外投资意愿消退，着实可说运气相当不好。科坦市的在开发计划原定预定执行过去曾立案的城镇复苏计划，当时也受了雷曼风暴这前所未有的金融风暴影响，迫使日本企业与金融机构重新评估了新的投资计划。两次都因不幸的外在因素导致计划冻结，结果造成了科坦市的失业人口持续增加。市议会召集了智囊团，研拟了各种复苏景气的策略，但至今仍然没有有效的手段。Everyone's losing their futures. 他门打开。A slave to the system. 所有大人。对这个比较有兴趣，就是不能进去的地方。
不行，他的他的。Where are you, Maya? 灯，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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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的，这么的。好了，出现了一个，这是什么？出不去吗？好。Oh great, it's locked.OK，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刚才2010室，所以现在是206室的门口。这边不是出口，没有出口。I'm trapped. 跟我的人生一样。I've always been trapped. 是什么？干燥花。他的头是反的，各位别墅住户，这是2021年9月28日举办临时总会。根据前几天的报道，我收到许多关于本别墅营运的相关询问，因此想要正式举办一个说明会，向各位说明今后的营运方针。抱歉在百忙之中打扰，还请各位踊跃出席。为什么这边？这边是202，这边就是涂鸦。妈呀！这么多娃娃？对。其实画的还不错。没有别的东西吗？不行，看，没有，因为他现在还没有遇到追逐战，所以他不会让你跑。我觉得这一下，这个东西里面一定有东西。哦，自己是这衣服还蛮漂亮的，对啊，这衣服很蛮漂亮的。Did Maya do this? CB Cherry Blossom. That's Maya's signature. She's amazing. The city's a blank canvas.Begging for us to paint it with our hopes and dreams. I want to show the hidden side of girls. Their impulses, their urges. What are you hiding inside?Don't worry about what people think. Be proud. 对，是真。How could I ever be proud of myself? You 是戴耳机吗？可以听到一个很小声的那种狗狗的叫声，就是我听得到，对，一个我不确定是什么生物的叫声。对，使用喷漆等工具在墙上作画的行为称为涂鸦。在柯坦市有栋大楼层的这种艺术的圣地，每一天在那里孕育了新的涂鸦，覆盖在一道墙上。在涂鸦当中，目前在社群平台上悄悄引发流行的是一个叫做 CB 的艺术作家。顺带一提 ，CB， 是缩写，这个称号代表非常热爱樱花。CB 吸引到青少年为主的粉丝狂热支持。本该试图采访他的时候，他的眼睛完全无法从正在进行的星座中移开，只是漫随口漫不经心的做出以下回应。
我只是挖掘那些模特儿的女生深藏于内心无法宣泄的情感，并表现出来而已。如果其他的女孩看到会有所触动，一定是带入了保持相同烦恼的自己才会产生共鸣。据 CB 所说，少女的身体所绽放的花朵都是从她们的伤痕中长出来的，樱花就是少女们跨越了自卑与创伤的证明，或许也可以说是希望能跨越的祈愿。 Everyone can see how talented she is. I couldn't be more different. 一直听到那个的声音。小朋友讨厌的东西。哎呦，真是令人讨厌的话。我想走哪里啊？Who's there？ 艾米琳，你没事吧？你在睡觉吗？你还在睡？如果把你吵醒了，很抱歉。你昨天没有去打工，身体不舒服吗？有怪气吗？对不起，我有点晚，我睡了一下。没关系，身体还好吗？还不错，最近变得比较好睡一点。抱歉，害你担心了。别在意，听到你这样讲，我放心多。虽然还有点困，但差不多该起来了。这是另外一个朋友，是艾米丽。艾米丽应该不是，另外一个叫玛雅，玛雅是 CB。OK。That's a relief. Oh, 这是什么 ？Loser, lose. 这是英文单字墙吗？压力很大。压力很大。Why all the sticky notes? Loser, stupid, liar, crazy, crybaby, ugly. I hate you, dumb. Go away. She never said anything nice.我觉得这个东西放在当代美术馆，其实不会太突兀、欸。受科坦市的虐儿疏忽照顾。根据调查指出，去年度科坦市的受虐儿童案件发生与欧洲先进国家平均相比高出两倍，起因。推测是近来的经济计划失败造成的结构性贫困。My mom loved me.有这种恐怖游戏都很喜欢把你困在很狭小的地方，然后让你非常的有压迫感。哦，还是睡在这吗 ？Antidepressants. I've taken enough medication. 你觉得这种环境有没有对你未来的艺术灵感有所启发？真是令人讨厌的浴室呢。超多。其实那是血吗？不要。
好，别闹了。I'm sorry. I'm sorry. 很喜欢把镜子给模糊掉。你觉得这蟑螂是什么品种？好吧，我们出去了。倒是你没事吧？哪方面？上次看你脸色不太好，我不要紧，你不用担心我。怎么可能不用担心？我都有在吃药，药当然要吃。你也有规划去做心理咨商吗？只是去看心安的，就算告诉大人也没有用。听说同学当中有人住院了，安妮塔，你也不该独自承受。我知道，我有事会跟你说。再说那些家伙是自作自受，大家都很后悔。什么意思？因为他们霸凌人吗？听说同学当中有人住院了，你也不该独自承受。那家伙是自作自受，大家都很后悔。所以代表说，对，我觉得应该是其中一个同学发生了什么。在跑，对，我在跑。Where am I? 哎，来不及了。Where did it even go? 我刚刚其实有想说要不要停下来给他抓一下。啊，又是啊，妈呀，你来了。我在工作室等你。有怪物，你那边没问题吗？那 thing might still be here. 出不去，真可惜，逃跑太短。这边是榻榻米，他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到底是哪里？看不太出来。因为其实你说现在的状况，你说你跟我讲说在泰国，我也是会信的。十几岁青少年相继自杀的地点，科坦市的废弃大楼被称为自杀圣地，每年都有十几岁的少女从顶楼坠落死亡。即使如此，顶楼却依然没有封锁起来，还是任由自由进出，被视为一个大问题。成为自杀现场的大楼，由于开发管理公司破产，目前处于无人居住，就这样遭到放置不管。无视自杀圣地的传闻，大楼内经常有无业的年轻人出入，年轻涂鸦艺术家在此挥洒他们的作品。附近居民认为是治安死角的疑虑，出现了反弹声浪。Please, not Maya too. She has been acting weird lately.其实这边重新装潢一下也会是不错的地方。哎，这是服饰日本的，对不对？安产御守护，子宝御守护，子寿御守护，跟小孩有关的，都是跟小孩有关的。
blossoms bloom within the grasp of death. With most flowers, the rot sets in, then they fall. That's the price of new life. Not cherry blossoms, though. They bloom beautiful, they fall beautiful. That's how I want my life to be. Why is she not replying? Come on! I have to find her. 你觉得这样算不算一种怀孕的象征？他是说他很喜欢樱花，所以他都会用樱花来代表，就是盛开与凋零。不然就他自己单纯他喜欢。不行，这个进不去。就这样，我要出去了吗？对，要出去了。嗯？二零六。That monster, it's gone. Great. Where is the studio? Studio.注视。The famous suicide spot. 自杀圣地。不知道想要去哪里。感觉像二楼，没有啊，二零六，所以应该是二楼。我在想，对，虽然是废弃大楼，可是还是有通电。哦，艾米丽。对了，之前商量的那件事情，考虑的怎么样？我办不到，不需要那么快下定论。艾米丽，我问你，等你上了大学，就不会再回来了吗？才没那种事，偶尔还是会回来。毕竟放假没有回老家的话，我爸妈会念。先别说这个，你上大学的事情再重新考虑一下。我怎么可能上大学？我不像你这么会读书。这样的话，我陪你读。不用，我什么都做不到，也没有目标，才没有那种事。你太小看自己，你应该对自己多点自信。对了，我记得你以前常拿自己的画画给我看，喜欢绘画的话，或许可以参观一下跟画的工作有关的科系。会饿死？不会啊，如果是受控的话。受控就不会这个钱多到可以的受控爸爸我又不是马呀 Emily doesn't get it Gotcha So you don't really like this place I get it People in this town
See graffiti as nothing but trashy doodles. And my classmates talk about me. Might not be a bad idea to leave town, actually. The great thing about graffiti is the world's your canvas. And as long as I'm with you, I can have fun anywhere. There's no way out.禁止进入本建筑，一旦发现涂鸦、不法占据等行为，将会报警。别墅管理公司。对啊，可通常也不会管。哦，这里。214。对，刚刚之前都没有开那么快。Keeping out。Are you here? Is this your studio? 我觉得这后面的作品没办法把它摊开。好，带了一个简易的卡式炉。Are these Maya's sketches? These aren't even finished.And they look this good. 这个应该是樱花。They seem happy. A new life. So full of life. Oh. 到了吗？ Maya? 你在哪？待在这很危险，快逃走！快回复我。Why won't she reply? Where are you? Am I going crazy? It's beautiful. Who did Maya have in mind? Did you post this too? Even more followers. 他翻译很棒，他就连手机里面全部都翻译了。Thanks, Anita.
accepted Maya's death yet? Huh? Why did she jump from the villa? Why did she have to die? Maya's... dead? Wait. Maya's really dead? How could I forget that? Are you all right, Anita? Hello? Hello? Then, who's this? Find it. Who? Died. But her art lives on. Even more followers. 37,474. No one is ever going to notice me. 这是一种追踪术的焦虑吗? This is where Maya jumped from. Bad things happen because of you! Maybe I can be like her. Here goes. Oh, 结束了，结束了。